翻嚟之後咧，將會為大家咧現場嘅，咁就佢哋會用 busking 嘅形式啦，即係acoustic 係啦，咁就希望咧可以用佢哋音樂咧，將一啲正面嘅健康嘅信息咧俾大家。咁最主要咧，我哋都好想咧有一個平台咧，就係俾我哋嘅年青人可以展示佢哋嘅過去嗰一年嘅努力，係啦。咁佢哋咧喺唔同嘅地方啦，有學跳舞，有學唱歌。接住落嚟咧，佢哋一班嚟自 Soul Academy 嘅年青人，佢哋就將佢哋嘅歌藝咧送俾大家。咁所以咧，我知道咧，而家台上面咧應該係咪差唔多搞掂啦？搞掂嘅話咧，就有請我哋第一個表演單位咯喎。喺邊度啊？準備好就上嚟咯喎，係啦。我知道咧，唱歌嘅朋友咧，好中意佢哋自己介紹自己嘅，咁所以咧，嚟緊咧每一個單位咧，都加翻俾佢哋自己介紹啊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咁就希望咧，大家都繼續唔好吝惜你哋嘅掌聲咧，去支持我哋呢一班年青人嘅喎。好啦，掌聲 ，thank you。那些也难了都，然后就要转头，又想走回。
心中空窗的家，不吞吐。向前一步咧，行往更接近你夢想嘅地方。
用什麼意向最想給你認識遠近，你的一世我為他動人，你的關顯想曾笑再解困，貧能情緣我也有多全感，可是我白色分別希望失望
手吻，如烟风，难以比所想的结束，多寂寞寂寞，然后我懂你怎觉我又重失望，愁我心中。害怕浓与热痛都会被那错，面对夜的你，望到几多绝望苦涩，带着困惑同时光，恨他去是何地方？前尘与那风，还有风，还有光。出生于废墟，曾喜欢如恋歌，无奈曾未过，时尚过，其恨都过，曾自恋过写过，前尘可有光，从远方。能够开创，即使相识渺茫，仍够发火。重复对大梦，重新再发现。叫下一首歌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有啲鼓勵啦。咁咧，下一首歌咧，唱嗰啲情歌先。但係呢一首情歌咧，佢應該攞個字擺到好上面噶啦。
都係講一啲咧，你唔好理你世俗嘅一啲眼光啦，你要找緊你自己幸福啦，如果唔係就會好慘嘅感覺。就好似你嘅夢想，你都要找緊。各位各位女士 ，Amy。多謝 Mann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my。今日送一首歌俾大家，《再錯不如走神馬岸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Oh,
连同真心寡慕，无惧色有。
咁快咧，就到咗最後一首。咁多謝 Kio 啦，咁就都多謝賢彩喺度繼續睇緊我哋呢個表演嘅咁多位啦。咁就話曬今日呢個都叫青年有夢想啦。咁嚟緊呢一首歌咧叫年輕人們，咁就希望大家咧繼續追逐你哋嘅夢想，去散發你哋嘅温暖。
掌聲嚟今日嘅吉他手同埋我哋琴手兼鼓手，好犀利啊！